我给你们推荐一个手机支架吧，就这个手机支架，看到没有，特别便宜，它只有1块钱，我简直都不敢相信。如果说你经常喜欢在家追剧的，吃饭的时候看电视，啊，你就把这个放在桌子上，很方便啊，而且它可以旋转的啊，横、竖，哎，都是可以的啊，用它来记录生活，都非常 nice。主要是太便宜了，根本就不敢相信，你们点击左下角。一人只能抢一单啊，赶紧抢吧！